我他妈什么没有，他妈什么没有，大我就是大哥。你就是刘一鸣，我想考国戏，你愿意教我表演吗？仿佛时间静了，凝结不忍想他们晚上离开的模样。爱情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，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，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。对不起，我迷失在我跟妮妮好了。这四年来陪在我身边跟我朝夕相处的人不是你。其实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辈子的幸福。我们俩也不会分开，对不对？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，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，写下我迷失在无序的心间，等待你走我携手。干嘛？哎呦啊，我去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别去啊，我过来，过来不拿酒啊，好吧，别再吼，把酒来喝水。啊，我要喝酒，我要喝酒。喝酒！哎，你说不能打我哥，说了不能打我哥，不能打！走开！兄弟，刘一鸣，你还是我儿子刘一鸣吗？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刘老九，刘九鬼！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从早到晚睁开眼睛就喝呀，你把自己喝死啊！你爱了这个孟林四年，离开他你就活不了了。是吗？那我跟你妈爱了你二十几年，你想过没有？你真要喝出个好歹来，我和你妈还怎么活得下去？太让我失望了你！我一直对你有信心呢，现在看见你这个样，我活的心都没了。谁不遇到点困难，谁不遇到点坎坷，都像你这样，那还活吗？刘一鸣，你给我记住，以后做事儿想问题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男子汉。我他妈什么有，他妈什么有，大我就是大哥。大哥什么呀，你别拦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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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头子你干什么，你走你的老头子。儿子爸，儿子，我从小到大我也是第一次这么看不起我自己。大哥，大哥，饿了吗？你饿了？嗯。那你赶快去吃饭吧，就不用送我回家了。我是说，咱们两个一起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啊。我们两个现在都需要点时间去适应。
你要是不适应我们俩现在的关系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把我当成是你的骑士啊。李冕，如果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你要实在不喜欢我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话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。没有没有，我真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志恒，给我点时间让我去适应。我懂，其实一鸣给我的压力不比你小，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，所以呢你别乱想，我和你一样都需要时间啊。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儿子呢？昨天晚上睡太晚了，让多睡一会儿。你也赶紧吃。爸，今儿我跟你一起出摊，我准备一下。先生，请问你是需要卖房呢，还是买房呢？我想租房，给我你们这最便宜的一居室。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喽！哎呦喂，妈，儿子，儿子，哎，你看看你妈给你做了多少好吃的啊！哎，我说老太婆，我跟你提个意见行不？啊，我天天出去干活，你也没怎么慰问过我啊。你儿子今天就出去干了这么一天活，你看你做了多少好吃的啊！你吃素啊？你没吃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所有的菜，哎，都是人家关海买的。嗯，关海，关怎么着？把咱们公司老板给打劫了？叔，回来了，叔。大海，过来，站好了，手摆正。干啥呢？啊？不跟你说了，不让你乱花钱的吗？哎，叔叔叔，听我说啊。那个，我在你们家也住上时间了，现在我决定搬走，这顿饭就当我向大家辞行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有一哥们儿啊，房子空着，然后很便宜的就租给我。再便宜，是不是也得花钱啊？该花的钱得花呀。叔叔阿姨睡觉那么轻，我那工作。晚上喝酒喝到半夜，总搭他们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。再说了，自己住，舒服，方便。嗯，请问他妈什么时候？哎，别跟我提他妈，我还等他妈走，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。行了，洗手吃饭。朱阿姨，今天尝尝我的手艺啊！哎。小心点啊，老大。哎，到了，看看怎么样？这房不错呀，感觉还挺惬意的，有那么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。老大。说实话啊，这房子其实我是通过中介租的。我说你想情了，不仅把我骗了，把我爸我妈也给骗了。你租这房子干嘛？你住我们家不就成了吗？你这无形当中是不是又花了一笔费用？你有钱了？老大，首先我要不那么说的话，叔叔阿姨肯定不让我走。还有，不是所有的钱能省就省的。最主要的，我是想和冰冰有一个独立的空间。空间，这我懂啊。老大，有些话
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要觉得不该讲，你别讲；你要觉得真该讲，你就说来听听。我一直以为，就算冰冰变了，梦妮都不会变。你别生气啊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和梦妮在一块儿的话，天天在一块儿的话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。所以说呀，两个人真的不能分开太久。我跟冰冰，现在我俩之间隔着他妈，整天都见不着面。如果哪一天真出了问题的话，我肠子不都得悔青了呀？老大，我可能说重了，你没事吧？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不搬家吗？也没带什么礼物过来，就当搬暖房了。拿着，你拿着。我们家在海上，你们家不在这儿，我没什么花钱的地儿。再说我现在也没女朋友。我有工资。你还有秦兵呢，你花钱地儿多了。老大，这钱是你拼了命赚的，我怎么拿？你让我怎么拿？兄弟，你知道我刘一鸣拼了命赚这份钱是为了什么？